好，欢迎回来。那么在刚刚休息过后呢，我们现在先为大家讲解下一盘棋。那么在这之前呢，先向大家预报一下刚才那盘棋的这个赛果。嗯，对，在刚才我们那个给大家讲那盘棋的话，就是那个李世石对那个十月的那盘棋的话，最终是李世石执黑棕盘战胜了十月。是，那看他们的木水是点青了。对对对，后来十月就投子了，下到应该是最后一目半左右的那个官子吧。是。的时候，后来我们稍微的点了一下的话，最终如果继续下完的话，应该是黑棋盘面九目，也就是赢一目半的样子。对，韩国的说法叫赢一目半，中国的说法是赢四分之三子。啊，四分之三子。相对来说是，八目的话是比较细了，极细。那么九目的话也是有比较细。那盘棋的话，总的来说应该是，李世石的胜面大一点。是，他好像占据优势的时间更长一些似的。对对对，现在我们给大家讲解下一盘，也是重量级的人物。是的，也是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决。对，是由，也可以说是中国和韩国等级分第一名的对决。是的，七月份等级分。是的，是由这个朴廷桓执黑对这个陈阳业九段。对，我们先看一下，才占这个。对，这个二的话也是。不走寻常路，正常的话应该是在那边，等于说占星，占角，他是占的这个，这样，高挂，拖，双方的招式都很平淡，对，拖退，然后收脚，大飞挂，这几招好像都非常的普通。对，非常的普通。这个我相信在网络上的话，这个在各个大厅里面这样的下法应该是很多很多。是的是的是的，上次您说起网络上，我就想起来他们两个人好像在网络上的交手也非常多，非常喜欢在这个凌晨开始鏖战。是、这个陈耀烨和朴廷桓的话，对棋的话都是很执着的两名棋手，是非常用功。对，经常是在比赛前或者比赛中途的话，也许对，就是会下那个一些网棋或什么。对，挂了一下，挂完，对，这个走跳防守，这边，这个朴廷桓认为这两个交换便宜了，有利于这边的发展。他就是把重心放到这边了。这个其实很难说。这样断。长，这也是一个普通的下法。他们两个就在这个地方就你来我往，都在一个地方。对，因为这个挂的话，其实从某种角度说也预料到这边的下法。为什么呢？如果没有挂的话，那么白棋这个逼就变大了，对，就是很容易下了，因为这个第一扩张自己，第二的话可以威胁黑棋，是，如果逼完以后黑棋再如果再挂的话，那么白棋绝对不会选择，绝对不会是这个了，非这个而会选择查定，所以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个当初挂角的一个含义，是，他就预见到了这个变化，是，白棋也就不会在这里走了，查边。这拆边是最大的一个大场，是双方的要点。是。那邵老，这个时候是拆高的还是拆低的呢？这该怎么选择呢？从正常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这么一个思考方式：如果你要取势的话，那么拆高的。拆高的。对，如果要取地的话，是拆低的。这个局面的话，白棋是倾向于取势。对，如果你低的话，当将来被黑棋这一震的话，进这个。对。稍微有点不舒服，为什么呢？慢慢的话，他这边隐隐约约事后有子，他就你这个不好守，对，连上了，而且他是不是也是因为这里也是高位，他干脆就都是一个取势的概念，从棋力的角度上，应该是走高的比较普通吧，走个这个，接下来选择了飞，这里定型了，定型，拆一，白棋我也下得很有意思。先跳个，问你一下应手。如果你这样，它就长了吗？对，长的话，这样有个透点。哦。也间接的补强这个。如果你
走这个的话，那么我再可以在这里防守，对，是吧？对，这里查你挡不下来，你只能挡这个，那么我爬回去。嗯，这个是比较安全。嗯，实战。啊，他就先问你的应手。嗯。以及就要双。双。青鸟也选择了挡。嗯，这个挡的话也是怎么说呢？有。也是体现了陈耀燕的一种风格。 当然这个不走也没问题了。不走也没问题。他现在走的好像挺稳健的，就把这个挡住。他可能觉得这两招交换也未必得。但总的来说黑棋还是没有不满的理。虽然黑棋不折，但是没有不满啊。就心情上面我交换到了。但是这个稍微感觉上是黑棋白棋还是应该有些别的下法。更积极一点，是是更宽广的地方着想。这个挡的话稍微有点缓，当然白棋也认为没有什么不满。围棋经常说我没有不满，这个很有味道的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我无法判断我是否占便宜，那我只能退一步说我没有不满。这个蛮有意思。蛮有意思的。他是现在打路。这个打路的话就是有点感觉上好像朴廷桓的话是比较，我觉得感觉是有点着急了，着急了。当然后面的变化是很复杂。是，我觉得这个正常的话是走这个的话是比较多的一种下法。对，就先布局嘛。对，先布局，或者是这边守一个也是，也挺大的，也挺大的。但这个的话，他想通过这边的战斗的话，然后把这两边的话都是自然的，怎么说呢？兼顾到。对。他有这个想法，他是打入。打入。拖。拖。他是强行要求分段。他又扳断了。其实正常来说，邵老师他这白棋已经补了几手棋的话，应该其实不怕黑棋的吧。对对对。单长。打吃。打吃。实战是选择了打上去。直接立的分段不能满意吗？比如说我就没有追求的立下。没有追求立下我觉得也是挺简明的。这打上去有多大的成算，说实在我也没法说清楚。因为打下去咱们紧接着可以看啊，继续看打。陈王爷没有选择开劫，为什么？目前没有合适的劫材。是，比如说你开这个，这一枚劫不好找。你看是好像这个很残酷，但那边也裂开也很残酷。对啊，这个好像上面损失更大一点。没有合适的劫材。这也是黑棋要打上去的一个理由。他就想立下来。对，先等一拍。等一拍。这等一拍黑棋虽然看上很轻，但是接下来的话下一手也很困惑。提完劫自然是吧。白棋这个是自然的劫材，由于黑棋白棋没有打上去，那么黑棋不太可能粘这个。对，粘上去这个差太多了，差太多了。你看这个子的话，这个一来一去差很多，对吧。白棋这个分段的话就比较严厉了。还是得硬的，只能硬。但硬的话也可以硬这个，对吧。现在走一下。印完这个的话，冲完这个这一提，这样我劫材好像更多了。一劫材更多，第二的话好像显得好像有点危险。所以他先印这个。他就是想让你这以后，即便黑白棋补劫的时候也稍微差一点。对。那么一提的时候，黑棋是选择了跳这个，点了一下。这个。这个是先手。这个是先手。因为黑棋找白棋的劫材也很困惑。是。再提，再提，这个劫材很自然，是吧？顶一下，再顶，再打，走，一提劫，一劫，再下一个，下一个的话，黑棋是稍微有点困惑了，这个不走也不行，因为不走的话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是白棋是要搬这个，要鲸吞我吗？对，要鲸吞这个，他不是选择这个，不是说粘上。对，他要选鲸吞。但实战这个黑棋选择粘这个，他这个劫就变得，那我就觉得这个黑棋的话就显得有点重，有点重了。他的手数太多了。这个是相当的重。
这样好像就变成邵老师白棋只需要两边都处理、嗯、对就可以了，处理就可以了，嗯，就等于当初的话黑棋递这个白棋选择了没选择端这个挡这个、嗯、挡，那么黑棋很应该很自然就粘这个是吧，是，嗯，那黑棋选择挡吃这个这么用强，反正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有点这个好像把这个地方战斗出来之后并不是像想象当中那么严厉了、嗯、对对对，嗯，因为将来大不了的话黑棋就是再提这个意义不大，对吧，对，提完的话等于你自己已经圆了一个了，是，这手棋没有意义，什么时候的话对黑棋比较现实是粘这个，对吧，粘、嗯、这个白棋补在这，那么这一串战斗的话我觉得黑棋没有太大的成算，对，而且黑棋的收获也太有限了。嗯，因为强行的话把白棋分割完，如果白棋这两块都很轻松的做活的话，那么黑棋只是破了一点皮毛而已。对对。嗯，这个地方它的成算不大。嗯，成算不大。走。嗯，然后他退。退。嗯。嗯，陈耀烨这时候选择了。他是断上来了。断上了。嗯。他觉得当无忧劫来打。他断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稍微的再保留一下，嗯，稍微可以再稍微的等一 等，为什么，你就当做他已经连等于说已经、啊、对，其实让他连他也挺痛苦的，对，我就、嗯、我觉得就这么压压的话就很不错啊、哦、嗯，对，还是刚才我们那个思路，就是分而治之、嗯、对对，就算你让你这个走掉，我走这个是吧，嗯，你兼这个我就处理这边，对，我就处理这边，嗯，这个战斗的话我认为黑棋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成算，嗯嗯，因为白棋这个基本的话基本眼位也不成问题，对对对，嗯，是，他可能两个年轻人这个碰撞出来就要有很多火花，好像想的有点简单了，嗯，一走一提，然后陈耀烨就是说想这边迅速的深耕了，哦，他想不想跑了是吧，嗯，如果你他以为人家粘粘他就藏进去，藏进去，嗯，就把这做活了，是，嗯，把脚地也破了，嗯，确实是黑方的这个强手，嗯，他有可能没考虑到，嗯，是一方面，但同时的话，他如果你要先挡呢，现在吗？嗯，嗯，提劫，那再打呢？哦，再打吃我，那我也只好粘上，嗯，再提我，那莫非？白棋选择了分租、嗯、有没有可能我两手把你拿下，而且我站上我这边是活的，那是否有多大成算呢， 嗯， 嗯，那也没有什么好的，不明，这个变化不明，嗯，他们的考量我们还不得而知、嗯、但是朴廷桓，但是关键现在黑棋有好棋、嗯、他在这个整个计算了一下，然后他认为打吃这个比这个结果更好，是，嗯，因为这个主动权一下变成在白黑棋的手上了，嗯，打完这个打吃，这个是绝仙，绝仙，他提，再提，他追求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藏这个的话他是提到这来的，是直接一手回去了，嗯嗯，因为不然的话粘这个的话这还得成为对炮，对、嗯、那么作为白棋来说这个是无法接受的是吧，嗯，因为你任何找劫的话已经没有地方找了嘛，对，现在找不到劫财， 嗯， 嗯，白棋灵机一动干脆立了，嗯，选择选择立，黑棋粘上就成了先手、嗯、先手吃、嗯、吃走，嗯，像这样，嗯，像这样的话白棋的话黑棋也是顺利的把白棋嗯的等于说把自身的隐患给堵住了，是，对吧、嗯、是，白棋这个断上来之后其实没有起到他们预计的效果， 嗯， 嗯，但唯一的白棋有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就是黑这个打还是损了，哦，那打的话边这边还是有点利用，是、嗯、变厚了一点白棋，但整的来说就算这样的话我依然认为好像黑棋也没有太大的便宜，嗯嗯，毕竟自己其实没什么特别得的地方，嗯，没有获利点，黑棋，嗯，白棋就处理自己，飞，飞，嗯，靠，嗯，好，再走补这个，嗯，走这个，长，长，你看黑棋的话，当初的话，把白棋分断完以后的话，嗯、
就破了一些看似白棋的空，其实白棋还没围到空。同时的话，这边的话已经白棋的头已经长到这来了，是吧？是，对，这边黑棋是有影响的。对。同时黑棋这一块也是显得很局促。就总的来说，黑棋没有便宜之说。可能跟他预计的也不太一样。挡。嗯，这个挡也是唯一舒服的地方吧。这个也行。对，因为利用黑白棋这边的一个断点。对，粘上。粘上之后，它是跳，它必须要追到这里，它是飞的。飞，就想成一个包围。对，包围之势。虚虚的走几个吧，这个他也知道要攻白棋这个不是很容易。为什么这边的话，三个，如果这边这个在这的话，那么你还有一点攻势。在这的话，然后你要求攻白棋这个就不太现实了。紧接着白棋的靠也是下得相当的好。是。找到他的这个弱点了，好像。靠的话，黑棋只要搬。搬。他在搬这个。哇塞。他说这个挖针的棋形很不错，是这个白棋还挺愉快的。把黑棋都赶到一路上。补一个，然后白棋顺势先把这个眼位先做出来。这样。整的这个一串下完以后的话，这个黑棋的空的话也就在十来目了。然后中间的话，这个也未知，也不知道是厚实还是薄黑棋。而白棋这边完全没问题。如果黑棋你要走的话，他就这边跳一跳，这边搭个眼的话没问题。你再走的话都是后手的。是。所以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白棋不错的一个局面。白棋处理好了都。对。他没有交换这一下了。接下来黑棋也是下的比较有意思。他继续贴。贴。用墙。他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不能够放过白棋。他一是不能放过白棋，第二的话，他也认为就是说只有这个当口的话，才能把这个棋形处理好。怎么说呢？如果你飞这个，有点飞。棋一这留一个打入，棋二的话，他如果中间一后，他一靠，是这一靠断整形。对，这就是很顺势的就整形了。而如果贴的话，要么白棋立马都用墙。如果你松一步啊，它就可以。那么我这可以确保我这边的形状是完整的。这样子。所以说，也就是围棋所说的时机。时机。也正好这个时机的话，白棋、黑棋还有可能把这边的棋形处理好。如果过了这一天的话，就很难了。是，如果白棋这块已经无忧的话，就不可能走到。对对对。贴。贴。其实白棋也不想啊。这个白棋也是怎么说呢？也硬着头皮吧。其实。白棋也有一些下法，也有一些下法，但这个白棋，这气势上是要搬的。他是先靠了一下。这里一下之后他再搬，他正好是要凑个虎口。如果白棋走这个的话，那么黑棋你觉得应该走哪个呢？搬他的头啊。对，那肯定是搬这个，对吧？这个就是黑棋的一个用意。如果你在这的话，他们都是松的。那么这边随便被黑棋白棋选择了，白棋可以选择打入，也可以选择靠，就把这松的。对，如果这样的话就很紧，我可以强调搬这个。是，如果你敢断，我退，退完我让你挖。对，有断点了。所以说围棋这个就是你在关键点的时候绝对不能松，一松的话，那么有可能一泻千里。是是是，这一下差好多。搬这个白棋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一个很强的下法，当时我还在看是不是能左这，继续连扳。连扳，所以打吃。我觉得都打。都打，我再用长这个。如果你再收的话，我能把这头挺过去，是不是会好一点？但这东西也不太好说。这个就面临一个判断了。对，甚至的话，我认为就是能不能白棋就我这边的确就是稍微松一步，给你飞。我的药着完了以后，我来中间弄它，对对对，直接啊、这种攻击黑棋的一个要害呢。像这样我觉得也是很自然。为什么呢？这全盘的黑棋的空已经都是确定了，对吧？这边的话是都比较死了。
这个应该是三十目不到，嗯，二七八目，这个是以后我以后的话我也许能见着，这也许十单目加起来的话应该是三十五目左右，嗯，那么那边的话是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应该是三十五十目不到，嗯，不到，如果我这边的话能攻击完的话主要是要在这个地方把这在这条线为主，啊，对吧，这个形势就张起来了，嗯，然后你就算你猜一个我能把这个线围住就走上盯住，那么我这边一二三这块就有小五十目了，是啊，还有我这个角还有这边的一些东西，对，嗯，这个可能另外一种构思，对对对，嗯，因为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一块因为围棋是下效率的，嗯，这一块如果成为一个立体化的话，而白棋全盘没有立体上的一个空的话，嗯，那么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应该是白棋得分的，是的是的， 嗯， 嗯，这个考虑这样子计划其实也蛮不错的，嗯，这个全局的话是否能这么考虑呢，嗯，还是用强了，嗯，用强，这个陈苗叶觉得我必须要在这个回合把它击溃， 嗯， 嗯，不用等到后面的回合了，是这个地方打吃五，嗯，他可能想一下，他也不怕，嗯，搬一下啊，搬一下，嗯，搬一下之后退，接下来，接下来应该是必然的一手，嗯嗯，接下来从次序的角度来说，也不一定是必然的一手，嗯，哦，嗯，怎么说呢？嗯，还需要交换什么吗？他是按这个，嗯，直接就是要穿进来，穿进来。把这个挡下来了，下步捞空，嗯，是吧，嗯，捞空，因为陈耀烨对实地还是敏感，对吧，对，他如果认为长走我把这个空放给你，最终我的要兑现的利益在这边兑现，他认为有点遥远，对，他觉得不如眼见的东西，对，不如我这边交换完以后我把这个利益拿走，嗯，对吧，把这边交给你，你让你来兑现或者你让你来破空的话，哦，他认为更有把握，是，嗯，但是这个时候的话这块就显得有点被动，嗯，比如说他选择了他顶了顶，嗯，顶是什么用意呢，如果你拐，嗯，点刺点刺那是你的，那么我这边是否可以给你产生攻击，哦，嗯，我干脆就不要了，嗯嗯，这也是看不到，嗯，这个棋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嗯，就看谁的力量大了，嗯，那他在顶的时候先去压，就有点又回头了，嗯，这个在关键时候顶的时候压，这个也是很考验黑棋，是，嗯，很考验黑棋，怎么说考验黑棋呢，如果你很想走这一手啊，走这个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后的话啊，这还有棋，可以撤退的。哦，那我这地方暂时没得。他如果退的话，对吧？陈耀烨也可以把它拿下。啊，当你点的时候，他冲断了，他有可能冲这个。大家看一看啊，这里面的话还是很复杂的。断。大家可以体会到为什么他得压一下，压这个。嗯嗯，如果没有压的话，白黑棋是选择这个的。现在这样子。嗯。打完再。嗯。由于这两个交换完了，啊，有争子的关系，这个变成先手，嗯，哦，不是，那么他可以把这个长出来，嗯，大家注意啊，长完以后他再拐一下，拐一个，嗯，延一下气，是，这就可以搬过了，嗯，如果搬的话，我这边就可以铺，嗯，甚至我可以先铺一下，对吧？嗯，然后再那个再藏这个，嗯，也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一封不住，封不住，封不住。哦，这下压是起到这个作用，起这个作用。那我就可能只能是不能退了，只能搬，嗯，我只能搬，嗯。嗯，那么就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推理这件事的话，那么白棋在这个之前啊，就能不能先压呢？先压掉。这时候压的话，我相信这个黑棋要搬这个的话。需要具备很大的勇气，嗯，为什么这个白棋都是先手，这一段的话刚才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嗯，是他这个现在有这个交换完以后交换了几个，主要黑棋这儿还多了一子，嗯嗯嗯，他现在搬了，嗯，他也没办法，但是这
就好像又成了一个接触战。嗯，对对对，谁也不能够退让。哎呀，所以说这一串交换的话，就显得，就是说这个必然性在到底在哪、我们得好好的推敲一下。嗯。好像这个作战白棋显得有点仓促了。如果先压就比较从容。对，本来就是说白棋的作战是比较充分有力。嗯，那么现在就有可能站在一个50%的一个概率上作战了。是。断。断了。大吃。大吃。藏。这黑棋的话，干脆就放开了。这个绝对是放开了。这一藏。这也是很强啊，很强、很强、这个黑棋下的很强。为什么说很强呢？他走完以后拱，走，这个黑棋这个局部已经活不了了。他明知道这局部死的话，他也要拼这口气、是需要勇气。所以说正好有可能被黑棋全部严丝合缝的都撑上了。由于白棋这伤稍微的时机的话松软了一下。接下来去贴了一个贴的这个、就是把这口气其实顶上之后还是瞄着这个跑。是是、他认为你虎这个不是好形势。同时他也得抢先手，不然的话这个被一夹，这个三个字好像有点、进去了，有点不舒服。得冲着逃了。对对对，太冲着逃的话，你那要么冲这个跑。对，如果直接跳的话，那么就被死了。而如果这直接来的话，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成算。气上面好像有点。对，他要藏这个先手的话，这个，这边的气啊，没有太大的成算。所以他选择了贴。走这边。下。加这个虎，加的话也是下的相当的强。加完之后斩上。这个看着就犯晕呀、眼花缭乱。是。白棋出头的方式其实是在给自己做眼，因为他得出头。第二的话，他认为你黑棋的话光抢这个是不够的，你得防这个、你得防这个。对对。黑棋就挡了，挡这口气谁都不能松、现在把问题交给了白棋。就说你这边怎么处理。敢不敢。是，那白棋也没得选了吧，邵老师，我如果不冲断我还能下什么呢？从事后看的话，这个还不如选择一个比较平常的一些下法，比如说就走这个吧。从事后看的话，稳健、稳妥。对对对，因为这个基本上都活的嘛，你粘这个我就跳这个、就没问题，或虎这个都没问题，是吧？那我就藏一个你补一个我，然后这边处理一下。但是这个作为白棋来说的话，它必须得冲断这个。这个感觉是、要不然是对自己之前这几手棋的一个否定。对，长长。这长的话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只瞄着下一手。因为这个有陷阱，这个如果白棋走在这的话，那么黑棋是有妙手，吃掉中间的四个字。是的，这个直接一靠。一靠好的话，对，所以当初白棋这个冲完以后让黑棋这个白白的长出一个子来的话，还是有用。这个子直接就发挥作用了。对，那么当初的话是否这个压的话是显得草率一点了吗？他主要要求他老是在他这个地方的利益上。因为这个压完以后，这个就明显的话让别人生出这个子来，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那好像又要复杂一些了。这个是封不住的。封不住。所以这一串的话好像是白棋一下子被黑棋僵住了，僵住了、僵住了，就是本来很游刃有余，现在一下子好像自己变得局促了。是，是，正好他都紧接着，现在我只好逃跑。逃跑，完了以后，这个关键是黑棋有一步妙手。如果简单的走这个，直接打吃。打吃，这个白棋是俗手吗？白棋不太怕，你就算这样的话，是吧？现在我是不是直接就把你？断掉，一是不是有断掉？第二的话，这个，
我是不是这个撤退的话，是不是你也拿我没办法呀？啊，撤退你可以加住我，嗯。嗯。那最想的是断这个，是吧？断。嗯嗯。开始杀气。嗯，那个杀气问题。这个没有把握，双方都没把握，可能。嗯，黑棋这个断是好棋。啊，是有这一招。嗯，这个断是好棋。嗯。这一手就突围了吗？这个可以说突围了。是什么意思呢？白棋就没有应手了。我如果打吃呢？打吃，走。接下来白棋走哪一个？提。如果提，嗯。那么黑棋先主动提这个。哦、你看是能搬这个。是啊。那结果的话，由于这边气紧的因素的话，是这里都没有了，直接就从后面联络。嗯、提，打吃，这个帮不住。是、嗯，这个目数一下子就亏损巨大。嗯、如果你。这个，嗯，逃一下，逃一下，看时也很复杂，对吧？你踢这个，嗯、再踢掉，那你踢这个，我可以粘这个，是吧？但是这个，可以再跳这个的话，这个整个的话，白棋好像显得也没有太大的成算，嗯嗯，就是主要是气紧，对，气紧，嗯，断一个是好棋、啊，嗯，是。那我们就看他实战怎么走。所以下到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崔耀烨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有点冒汗了。嗯，你断的话你也没有别的太多的应手啊，对吧？你如果吃这个的话，那么对方是不是吃这个的，而是直接蒸，对，爆吃的，把你爆吃了。 嗯， 嗯，所以对你来说就是几个下法了。嗯，实战是煎这个小煎。嗯，打吃，打吃，大家注意啊，这个冲刺是关键，先让白棋自己一气、哦、气先给他冲掉，那我得吃那个，他吃，嗯嗯，踢掉，这是，嗯，这个就像是这被夹死了。嗯，这走了一圈的话，白棋冲断一圈的话，最终发现这四个死了，虽然他都也有收获，吃这四个，嗯，但这四个的话，跟这四个比就太微不足道了。对，嗯嗯，大家注意这个一跑一粘一走，这随便粘的话都死了。是，粘、嗯、一个就没有路。所以这个的话应该是出乎陈耀烨的意外吧，应该是。对，他可能是、嗯、这个地方可能也是计算的一个失误。有误算，肯定有误算在里面。嗯、算，但是这棋还得继续啊。是，长，继续在后面寻找机会。黑棋把这补了。嗯，然后是跳吗？飞啊，飞，嗯，一出头，嗯，像这样的话，虽然白棋损失很惨重，嗯，但是出头一看的话，白棋还能继续下，为什么呢？就是说白棋这边还有一片比较虚的一个东西，嗯嗯，这个虚的话，到底能围多少空的话，还是很有弹性的，嗯，如果围量大一点的话，那么。也许这个棋就追进了。嗯，是还有的下。但总的来说，这一串应该是白棋比较失败了。对，嗯，对。所以就算像这样的话，白棋都有的下的话，那么前面黑棋白棋稍微的，哪里的次序下的更好一点的话，那么应该是白棋优势的局面。是，本来是白棋很好掌握。嗯。还靠。靠，这靠也是相对来说求找一些变化。他想单纯走这个，那么也许白棋就守一个的话，嗯，他出手点一看空的话，发现好像黑棋也没有多了太多，嗯，白棋等于说是能帮助，嗯，黑棋选择靠，是他希望你去应的话，那么我就选择这个打路了、哦，对吧？我这个不让你围了嘛，嗯，他有接应了，嗯，他们这个，嗯，强硬反击，只能反击、嗯，这个也是被逼的，嗯，走。加，直接就要把这个子拿下。嗯、走、嗯，双方一本道。嗯，冲，打吃，打吃，再搬。嗯，这个得搬，这个不搬的话，如果粘这个的话，这个相当于一段，好像是有点吃不消。嗯嗯，为什么呢？就是黑棋这个墙是有先后的，对吧？哦，这气还有关系。这一拐的话，这个白棋是气不够的。对，嗯，哎呦，嗯，因为那如果还要硬的话，这在一段是、嗯嗯、
黑翻。嗯，这时候主要是黄这边。嗯嗯，黑棋，黑棋的话，那么很简单，就是这边已经跑掉了。哦，嗯，所以这一层的话，后门形成一个转换。嗯，然后白棋这个，嗯，是吧？他先在哪儿交换了两下？嗯，应该没有什么。那这个瓦簪，嗯，先把这边的话处理一下。这个瓦簪的话也是，是不是在调整什么样的情绪呢？还是什么？这个也不着急啊，怕你要虎一个，不明，这个不明。嗯，完了以后的话，进这个，走了飞，飞这个小尖。哦，小尖，嗯，还不太敢迈得太大，有点弱点。嗯嗯，大家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讲这个怎么判断一下，对吧？当初的话，从黑棋这个长完以后，嗯，黑棋把这边都围住了，是，所以围的效率挺高的。对，他吃了不少。嗯，应该是比围长走飞的话，黑棋多小十目吧？是，因为他这边连这个关子都拉了，哦，对，小十目的。然后拉完这个以后，嗯，黑棋又把中间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九十。又多20目，中间围了20目。嗯，啊，白棋的收获在于呢，啊，一这个，啊，八九，对，十目，嗯，十目棋。同时，然后把这边围住了。对，这里的收获，嗯，就在之前我们就说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不好判定的东西。对对对对，就是说这个黑棋的话，从整个战役的实体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便宜了20多目。对，嗯，跟当初长这个比的话，是。那白棋的话，唯一的收获就在于这边。嗯，如果当初我长你走，我这边能把你攻得很惨，然后也是顺势把它围住的话，那么这一来才差二。对对对，这差远了。就是，就等于黑棋的这些所得，在刚才我们其实都是没法给他预计在内的。嗯嗯，所以说这个整个的下法的话，应该是白棋黑棋有很大的收获。嗯嗯，确实很大的收获。但是就算这样的话，也似乎也是黑棋稍微好一点的局面。哦，嗯。就是，其实当初的话，还是白棋的机会还是比较多。是，嗯，是，这布局还是白棋好下的。嗯。现在这样呢？小尖。嗯。是。嗯。大吃。好像是。哦，再交换了一下。小尖。嗯，再先接这个，先把这个该走的都走了。哦。这是比较愉快的。走完之后就搬粘。嗯。所以说，白棋当初能不能接这个呢？这招吗？有可能就是双先了。先如果你挡的话，我就白差这个目数了。嗯，那确实。嗯，这很机敏。我觉得交换不到。嗯，然后再尖。尖。嗯。大白棋是打吃一个。嗯。哦，打吃的意思在于就是说，这边的话稍微的话寻个后门。嗯。黑棋他竟然就脱先了。嗯。这个，嗯，这个黑棋来说也是怎么说呢，在你这空里面的话也是属于没有任何损失，没有本钱，对，没有本钱的来搞点东西，搞点东西。嗯，但是这个后边看的话也搞不了太多的东西。 嗯， 嗯，不还不如当初的话就粘上就完了。是，本来还有大飞的搜刮。嗯，对，以后的话如果这边已经先拿到的话，这个棋形啊似乎应该是，对，我觉得啊，应该对对，加这个的。哦，嗯，加这个的话也许会有所官子有所便宜。嗯，他这样子马上来杀气并杀不成立。嗯，对，这样圆住。嗯嗯，杆打住。对，这里就没有东西了。嗯，这样有收气。嗯，走两下。嗯，好。嗯，你看这边有个打劫的一个东西。嗯，所以下一手白棋很关键，提，大家注意啊，这个必须得提，因为提完这个的话就变成一个连环劫了。对，就等于这个劫，黑棋永远都在这方没法弄。嗯，对对对对对，拐了一下白棋。嗯，所以没有提的话，这个有可能白棋要最终的话从这边打劫的话，那么黑棋是无忧劫。嗯，现在是一个连环劫。嗯，粘上。啊，对，还得回到这个粘。对，那其实黑棋这里应该不便宜吧。嗯，也算把棋盘缩小而已。嗯，哦，但目数的话是没有任何便宜。是的。嗯，哪里大了呢？上边加一
下，应该是这边处理一下吧，这边应该是不小。他先在哪儿走了一下之后加了这个，那么就是提，这是他的权利，加，这个的话他走完以后还跟盐有点关系，下去的话这都是他先手，看来就要收一口气了。这个的话也是很大，本身的话也是一二三五目了，这个有七八目了。提棋没有马上走，去这儿走了一个。他要保留一个打劫是吧，以后你立完以后，我这个虽然你可以连环节吃我，但是他就让你收下气，但是就是说以后我打劫的话我就是永远有利。对，他现在是没有马上粘，哪里又打一个，他僵了一下，走哪个和粘这个交换了，收一个，哦，收了一口气，收了一口气，这样然后再粘上，粘上可能也是利用这个时间吧，就是对，以后这边就成为一个连环节了。这全盘黑棋打劫是，等于说是必胜。对，粘上，他要逆收这个，他提一下。逆收。这个逆收也好大。但是这个很困惑，没冲掉。他就粘了。然后他能收的。圆。但是在你这没有搬砖之前先圆一个，是还要糊到二路，一路上一糊，对，沉接，那你也没有吗，断了，顶上这里又在打劫了，那这个打劫就是看劫材，打劫的话对啊，这里其实就是白棋不想，白棋也不想，就是说变成连环劫。你打的时候，也许白棋脱先了，就给你打这个劫。对，给你打这个劫。所以说白棋能斗胆打这个，打上来，主动要去打劫。可能他也是他对他形势的一个判断吧。提，然后找的是哪里的劫，挤一下。再提。黑棋肯定来了，打吃是他的，提第二，这应该是哪里在？再找个这里，这有点损，再提。之后这个对这个很细腻的劫材，然后黑走这边，因为应该断这个是吧，断九二三零二三一，打吃这个，踢掉，再提，二三五了之后，他这个劫，黑棋也没有去走这个，他们两个人都觉得这是走不到，二三，这个点这个。点了这个，他消劫了，最后这儿成了一个转换。好一下，推。咱们给大家稍微点一下目。好的。这个是十、十一、十二、二十二、三四、三四目。那边是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九。这个是做的。六九六八，六八目，七八七九目，八十目，是吧？这个的话，这个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八十九十二一，二三二四，
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四八九十三五四，这样空的话好像是最多，对，其最多七十目，嗯，大概盘面十目的样子。对对，像这样的话应该盘面十目。随着后面的进程的话，这个慢慢的话会变成打吃地走打吃，对，这个打吃的话应该是。嗯，等于说是以后打这种单片结的话，单片结一定是黑胜，对，黑胜，嗯，对，这还有一点目数的关系。嗯，所以因为时间的因素的话，在盘期也没法给大家全部继续摆完，但是最后的结果呢、嗯、是黑棋中盘胜，嗯，就是陈耀烨就投资了，对对、嗯、是，没过多久、嗯。那么我们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最后这个整体的这个第十一轮、嗯，大家每个队伍的成绩，首先是看。哦，北京中信是1-3负于了大连上方，那就是陈耀烨输了是吧？对，陈耀烨输了，钟文静输了，然后这个孔杰输了。孔杰输给谁？刘曦。哦，刘曦啊、哦嗯、刘曦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是刘曦最近赢了挺多的，在这位置上、嗯、孔杰的状态堪忧，嗯，是。然后这个贵州百灵，我们第一轮刚才讲过的、嗯、贵州百灵和广西华南呢是这个2-2，然后呢是主将十月输了，嗯，就李世世的话、嗯、靠他的主将胜，是的，是把那个广西华南得了2分，对，他们是2分，嗯，嗯，重庆呢如果是4-0啊、赢了这个辽宁，辽宁，嗯，辽宁菊花岛是吧，对，这个鼓励他们都赢了，嗯，那就是说重庆还是名列第一是吧，对，应该是这样、嗯、然后在这个降级方面呢、啊、不是第一，他现在是哦，那个本来是那个山东，本来是山东啊、嗯。我们看一下山东，它是2-2，然后主将胜了。嗯嗯，范廷钰主将获胜，那他们应该还能够在这个积分榜上第一吗？嗯嗯，应该。嗯，我们看一下这个降级方面，降级方面，广州广日是又输了，他们是1-3负于了西安曲江。嗯嗯，可能说他们这个形势不是很乐观了，已经。对，嗯、在我印象中，好像西安曲江和广日的话，应该是这个对冲战。对，对冲之战、嗯、是的。据说好像是在香港下的，对，他们这一轮是在香港下的，对，广日的主场，主场，然后也没有、嗯、哎，怎么说，我觉得他们肯定特别希望可以有一场胜利来激发一下这个斗志，嗯嗯，只有朴永训赢了、哦、别的人都输了，嗯，这个可能他们的领队也会比较痛心，对，嗯，别的还有苏泊尔是输给了浙江，他们其实是这个德比之战，嗯嗯，然后他那个有没有总的一个排名呢，目前现在目前我手里面的是没有，嗯，只有这个每一轮的比分，嗯，就大致都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嗯，大致的话应该是如果重庆的话，重庆应该其实应该比分上去了，它这个4-0。重庆本来的话是落后山东几分，有没有印象？嗯，因为这次的话，重庆是全取3分。对对对，好像本来就比较接近。嗯嗯，到时候的话，也许晚些时候我们再给大家汇报一下，等于说是半轮围甲，等于说是一半的那个目前十一轮的这个排名情况、嗯、那么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或者是继续关注我们田园历史频道后续的这个报道，嗯嗯，那么今天这盘棋陈老师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嗯，总的来说的话，因为韩国棋手还是挣了不少钱，嗯，是的，好，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